我是一名天安门警察，2000年生人，今天是我的从警第662天。然后在今天这个日子，也很荣幸的参与十一大升旗。平常我们大概是凌晨才开始开放广场进行安检，今天是9月30号，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就已经开始开放广场安检，等待十一的大升旗。提前来的游客大概要等待8-9个小时才能看到第二天的升旗。那个花篮的这个装饰，然后这个旁边的摆设也比平常要丰盛一些。大家拿着小红旗，这个也比平时多一些。今天温度已经降得非常低了，因为昨天一直在下雨，今天也有点儿。然后现在是大概是12度，天气很冷，大家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更喜欢来看升旗，在暑假人更多的时候是晚上8点就过来排队。我们每天都能面对就是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的游客，每天看升旗，然后能听大家一起唱国歌，都是非常的激动。年轻人跨越山海奔赴热爱，周围的游客热情都非常高涨。现在来天安门直播的人特别多，有的像爷爷奶奶腿脚不便的，他们就会通过视频的方式向自己的家里人长辈分享自己的开心。上下班不困，今天非常开心，也非常激动，周边的游客氛围也非常好，所以我的心情也非常高兴。